我说，广大的父老乡亲，大家好。目前咱们所有人面临着一样的问题，抗疫情一定要从自身做起。有些话说得好，我给大家表一表，注意听了啊。待在家里苦不苦？想想红军25000，在家时间长不长？比当年张学良，有吃有喝能上网，再待10天又何妨？为国分忧防传染，保障健康零风险。接着再给大家说8个亿，只要还有1厘米，不忘人多地方挤；只要还有1根葱，不忘菜市场里冲；只要还有1袋盐，不上银行去取钱；只要还有1块肉，不去超市里面凑；只要还有1滴酒，坚决不出家门口；只要还有1根烟，每天稳稳抽10天；只要还有1滴油，超市里面不露头；只要还有1口气，待在家里守镇定；只要食物不吃光，找片菜叶做碗汤。要想今后喝鸡汤，必须紧跟党中央。最后咱们一定要做到，我在家我骄傲，我为咱国家守口罩。